Thank you.
今仔日真欢喜，咱大家拢会当来咱这个圣堂，圣公第一届开办的纪念。啊，有这个纪念呢，就是承蒙啊上天的慈悲，周处的丰足，处处处处的带点。以及咱老前人五代遗志，前人不离书，各家人书的好心和用心，加上咱做的前人不然遗产的遗志。咱这个信仰，咱开化，咱人家的重要的信仰。第二呢，我们有咧讲有文字的地方，咱今仔种欢喜，咱来清淡会王先生的，朝里的名师啊，来咱鼓掌。阿妈，先不来，要来感谢你，这是做熟悉。是咱妈同同修啊，是行足大个代志。啊，咱大拢知影咱这心，从咱开始规划建设，已经还有十年。这段期间，咱的前人、归属各位点人，拢非常的用心投入。啊，咱到这心，这严重的，这严重。归属把恁做弥补。希望有这这庄严的信仰，会当来接引较侪兄弟姊妹，大家咱拢来亲咱这道场，啊，更加希望借着这道场的关系，来激发咱，对咱大家会当来发心，咱提升咱自身的道场，因此呢，靠这个音乐，靠这个神父班，所以希望咱的神父来注意的是。前面的功夫，毕业时阵，咱大家拢诚心来聆听啊。咱当初每次咧毕业时，大家拢咧心心的想法，希望大家今仔日拢当咧学习进步，花心求法，真欢喜，会知咱叫声，每次来开始。过去会给咱助力，
教育。所以，我们这个性能的这个建设，会当咱来管理，把它完善，这也是咱大家的这个福分。会使讲，我们大家有这个这么庄严、这么好的土地，大家来互相来学习。那么，咱今日这个班也是咱。未来的第一处第一班主会依然真少讲单做人才会当呢依然是来这个这么好的这个一年时下大家来共同来提高这个班那么来依然是这个班的一年啊咱奉献的也变得出力因为请为请给咱吃给咱指导给咱呼叫了后呢伊感觉讲咱大家啊有需要啊在这个时阵搁在呢大家对着未来的这个投资对着咱大家以后的这个心智搁在这一关的突破所以因此啊咱武汉呢得甲要求咱奉献主义啊，所以奉献人呢，对咱大家特别的关怀，所以才今日这个班的成立。奉献人呢，伊早起五点才来到苏南县，早啊，伊早啊十点半起来十一点来到咱家，会使讲一个。年纪真大个老伯伯，前辈者，伊呢，安尼南北奔波，甚至呢，现在时间一万是中华民国一万是中国的秘书长，会使甲讲，伊这个一万是中国的会务非常有办法，啊，国外的先进分会，伊拢派去，去甲保障，那么呢，好在呢。稳定的道啊，非常的方便。啊，这个花岗来给咱指导，啊来给咱保障，这是咱这个非常难得的这个经验。所以今日咱这个班啊，这是从咱洪建林所属。所以咱今摆呢，来请咱洪建林来给咱助威，啊给咱保障，给咱加点维护的，希望咱大家呢。谢谢江先来看看大家的今年是15年
美丽，咱就一直过在讲，从美丽因来运，是啊，就我咱大家来今年一旦好好烧香，祈福红殿也是一样的吼。啊，今仔日是欢喜的，来到咱这个所在，实在是很难得啦吼。有咱贵单位啊。几位念书的一个辛苦，以及咱诸位大家的一个扶持，来完成这样啊壮观的一个目标。这只有咱未来把咱师尊啊的这个使命呢，救人度世，的这个信仰呢，会当咱来带非常非常。好的原因，因为咱当今这个时代，就是咱未来结婚的时代。上天准备呢，在这个降落的时期啊，由咱师尊师父奉献心愿来办理这个活动，所以咱大家这个都会愿。这是也是讲，在咱今生今世贡献是最第一要的一件代志。那么，咱若不是在这个上天降落的这时阵呢，咱绝对无可能啊，把这个自古以来脉脉相传的这个咱东西呢，所以，这款的命运在咱的身上，是每一个人真正来去珍惜。我再来一句话，拢是基督教经典，知影就是这天使的应允呐，咱就当来感觉，咱就是感觉太幸运了，尤其是求到了后呢，咱就当好好来感谢，研究道理呀，这是。所以大家当今呢，除了幸运，除了幸福，在咱的身上，一定要好好的来招收今生今世一段好的姻缘哦。咱先卖先做准备哦，如果咱以上见啊，一个经典啊，智慧。双手捧起。
大功大功，一功大功大功，是佛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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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领袖、各位大长、各位团主、各位同修姐妹，大家平安。今日伫西甲坊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真正好的一个机会，来做一次。第一就是讲咱今日伫咱宝殿这个圣坛，主开坛，教师开坛，今日伫第三正式伫咱这个圣坛宝座下庄严的活动。大家会当呢来互相感受了一份非常舒适、非常难得的这个特殊时刻。会使讲今日圣坛的成立甲完成，拢是咱上天落下的旨意，咱老祖宗父母，咱祖师师父。大家大家，以及咱六千人，甲咱保庇。尤其呢，咱过去，咱的大千人，以及咱现在当年红千人，以及六千人，过去是甲咱主体的教育。所以我们这个圣坛的这个建设是让咱它完美，让它完善，这也是咱大家的这个福分。会使讲，我们大家有这个这么庄严、这么好的场地，大家来互相来学习。那么，咱今日这个班也是咱。未来的第一次第一班，自过以来，真少讲单做人才，会当呢，今仔日来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机缘之下，大家来共同来参加这个班。那么来今仔日这个班的机缘，咱奉献的特别准备，因为。将会请甲咱遮甲咱指导、甲咱辅导了后呢，伊感觉讲咱大家啊有需要啊，在这个时阵哦，可在呢大家对着未来的这个道路，对着咱大家以后的这个心志，可在这一关的突破。所以因此啊，咱武汉呢，这个。要求咱奉献人注意，所以奉献人呢对咱大家特别的关怀，所以才今仔日这个班的成立。奉献人呢，伊早起两点就来到苏良县，早啊，会早啊，十点半起来，十一点来到咱遮，会使讲一个。年纪真大个老伴，前辈者，伊呢，安尼南方风波，甚至呢，现在时间，一贯是中华民国，一贯是中国的思想，会使甲讲，伊这个一贯是中国的文化，非常有文化，啊，国外一些文化，伊拢爱去改补教，那么呢，好在呢。本地语是都啊非常的方便，啊，这个花岗来给咱指导，啊来给咱补教，这是咱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所以今日咱这个班啊，这是用咱洪建林所属，所以咱今摆呢来请咱洪建林来给咱助力，啊给咱补教，给咱加点恢复话，希望咱大家呢。谢谢江家来看看看见的
感谢您和电视和董事长各位大家午安。好，好。首先呢，恭喜咱颐和单位有这个道场，这个咱庄严，而且搁再邀请咱大家用水一顿来这个所在来接受天人师德。这个欢迎之下，大家来见面，而且呢，大家都喜啊，尤其是今年是15年，是每年，咱属于是过一讲，从每年迎大运，而且就是欢迎大家在今年，咱好好照相，和服红殿，也是一样的吼。今天也是欢喜的，来到咱这个所在，实在是很难得啦吼。咱贵单位贵位念书的一个辛苦，以及咱诸位大家的一个扶持，来完成这个啊壮观的这个目标，这对于咱未来。把咱师尊啊，伊这个使命呢，救人度世，伊这个信仰呢，会当咱来带动非常非常的一个好的环境。因为咱当今这个时代，是咱未来幸福的时代。上天之笔呢，在这个降落。咱师尊师父很喜欢来办理这个活动，使我咱大家这个多元来了解，这是会使讲在咱今生今世贡献是最得力的一件代志。那么咱若不是在这个上天降落的这时阵呢，咱绝对无可能啊！把这个从过以来每每相关的这个单独的心呢，等待来一点。所以这款的缘分在咱的身上，是每一个人真正爱去珍惜。我再来一句话，拢是基督教观念，知影就是这个天的缘分呐，咱就等待，咱就是感觉太幸运。其实有做了后呢，咱就当好好来学习，研究道理啊，这是非常幸福的事啦。所以大家当今呢，不了幸运，不了幸福，在咱的身上，一定爱好好的来来走向今生今世一段好的一年啦。咱起码先做准备吼，如果咱以上见。
是很高兴，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到这个圣堂，信奉第一届开办的祭典。我们有这个祭典呢，就是承蒙啊上天的慈悲，做出的帮助，自尊自好的代表。以及咱老前年五代遗失，前年布里斯托尼老师的苦心和用心，加上咱做的前年布拉尼亚的遗失空间，咱这信仰刚刚开花，看咱大家做的信仰。第二呢，我们有咧讲用文字的方法。今天很高兴，我们南清大会的王先生超级严明老师来给我们鼓掌，也先不来要来感谢你，这是很熟悉，也是我们两个同工修啊，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信仰为我们开始规划建设已经有十年了，这段期间我们的经历非常各位点来付出非常的用心投入，唔敢咱到这心这么重要，这么好。不哩是买咧做礼物，伊希望借着这么重要的心，会当来接触更加多的兄弟姊妹，来咱个讲来亲咱这个，啊，更加希望借着这个良好关系，来激发咱对咱大家。会让咱发心，咱提升咱自身的能量。以此呢，靠这个音乐，靠这个神父班，所以希望咱的神父来主义的时阵，神父在讲福音的时阵，咱大家拢真心来聆听。咱当初你是在主义的时阵，大家拢细心的收吧。希望大家今仔日用咱的用较正量，或者上班，真欢喜。在咱用声鼓励师傅来开主持。过去
上咱主理的教育，所以无咱这个圣堂的这个建设，会当咱较完美，较完善，这样咱大家的这个福分，会使讲咱大家有这个这么庄严、这么好的庙堂，大家来互相来学习。那么，咱今日这个班也是咱每年来的第一次这个班，自贵以来，真少讲单做人才，会当呢，今日来这个这么好的这个一年之下，大家来共同来参加这个班。那么，咱今日这个班的一年，咱。奉献的特别的主力，因为伊将会请甲咱遮、甲咱指导、甲咱呼召了后呢，伊感觉讲咱大家啊有需要啊，在这个时阵哦，搁在大家对着未来的这个道路，对着咱大家以后的这个心情，搁在这一关。所以因此，咱武汉呢，比较要求咱奉献人注意，所以奉献人呢，对咱大家特别的关怀，所以才今仔日这个班的成立。奉献人呢，伊早年两点才到苏良县，早啊，伊早啊两点半才到两。到来吃，会使讲一个年纪真大的老伴先过吃，伊呢安尼南方土坡，甚至呢现在时间一贯是中华民国一贯是中华的民俗庙，会使甲讲伊这个一贯是中华的文物，非常有文化，国外一些文化伊拢爱去。好教，那么呢，好在本地人也都非常的方便。这个花岗来给咱指导，来给咱好教，这是咱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所以今日咱这个班啊，这是用咱空间的所属。所以咱这摆呢，来请咱空间的人来给咱助力，啊，给咱好教。咱家里几句话，希望咱大家呢，以热烈的掌声来给咱奉献的。咱武汉将来这里大家这个范围，会当欢迎充满，非常谢谢。
是今年是壬午年，啊，就是马年。咱上一次话咧讲，从马年迎大运，而且就是咱大家在今年啊好好啊招商，落户红店，也是一样的吼。啊，今仔日是欢喜的。难得啦吼，有咱贵单位啊，几位念书的一个辛苦，以及咱诸位大家的一个扶持，来完成这个啊壮观的这个目标，也只有咱未来把咱师尊啊的这个使命呢，救人度世，的这个信仰。让人来带动非常非常的一个好的环境，因为咱当今这个时代就是咱未来幸福的时代。上天准备呢，在这个降落的时期啊，由咱师尊师父奉天神佛来扮演这个角色，使我咱大家。这个多元来了解，这是一些我在咱今生今世讲起来是最第一要的一件代志。那么咱若不是在这个上天降落的这时阵呢，咱绝对无可能啊，把这个自古以来脉脉相传的这个咱的心呢，啊，安尼咱来。所以，这款的幸运在咱的身上，是每一个人真正爱去珍惜。古早人是讲过，拢是时不常遇见，知影就是这天生的幸运啊！哦，咱就当来祈祷，咱就是感觉太幸运了哦。尤其是祈祷了后呢，咱就当好好来去研究道理啊！这是非常。所以大家当今呢，有了幸运，有了幸福，在咱的身上，一定要好好的来给招商今生今世一段好的一年来吼。咱先卖先做准备吼，如果咱以上先。